是16公分高，宽度的话大概是9公分。它比较特别是，比如说我们投10元的硬币好了，这边投下去以后，这边按一下，然后左中右是可以停止的，这个按键是可以按的。然后我们存钱筒的部分的话，在后面这边就可以拿开10元了，拿开就10元了，钱就在里面。放在这里，左侧这边按的滚轮就会旋转，然后可以按左中